显示屏幕竟然还能像印报纸一样印出来。一块好的屏幕既能提升生产力，又能提升快乐指数。屏幕的类型很多，其中 OLED 屏幕因其自发光、色彩好、更省电等相对优势，被用到各种高端电子产品中。传统 OLED 屏幕制造是通过蒸镀技术，在真空中加热发光材料，使其蒸发，在基板表面形成发光层。制作工艺复杂且造价高，营养还是蒸得好，可是屏幕它不是啊。而 TCL 正在研发突破的喷墨打印 OLED 技术，就能让屏幕像印报纸一样印出来。这项黑科技降低了 OLED 屏幕生产难度和成本，提高了效率、良品率，在未来可以让高端手机、高端电视更便宜。有了 TCL 喷墨打印印刷显示技术，哪里需要喷哪里，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用不起 OLED 大屏幕了。不仅如此，喷墨打印 OLED 技术还可以被非常好的应用到柔性屏幕制造上。 TCL 正在努力研发，让未来的屏幕拥有更多形态，为大家的未来生活开启无限可能。下一代显示的喷墨打印技术，全世界都在各自研发突破。凭借自身的技术， TCL 很可能率先量产，那将是中国制造的又一次全球领先。